又是嗨，大家好，我是。要录到我吗？这个是林林美老师时间，终于来拍了。看看还不拍。第三集了，对不对？第一集是什么？第一集是纸娃娃，第二集是那个粽子，所以这是第三集。纸娃娃小屋，哦，那好恐怖，那影片剪好久。啊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其中一个宝贝钱包。等一下，要不然就飞过去，黑一点就是。这次还没干就剩了，有点绿色。吓死我了！他吓死宝宝了，差点魂都飞走了。就决定是你了，深蓝色的宝贝球。拿出深蓝色，算了，这次直接转开了。你看，爸爸让高火拍近一点。举，举。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这蓝色有点多了。好，我要去洗大刷子喽。Go。OK， 这个，我要先画好界限。应该是要先画好黑色的部分。黑色的部分，黑色的部分，黑色的部分。放在旁边等它干。那就到正中心之后 ，OK， 画好了。接下来就是上色喽。这种球吧，蓝色的球球啊，还有绿色的球球啊。算了，我不知道它的名字，所以就叫蓝球，然后这叫绿球，很随便吧。上色好了，接下来，这颗比较漂亮，就是要等它干，然后等它干之后再挂上光。哦，下面都是白的，是不是？对啊。所以白的也是涂的吗？还是原本的颜色？紫的颜色。就是原本就提早上色。它为什么那个绿色旁边会有一点白的？哦，那个是它的光。光啊！哦，叮，不灵不灵的那种光，对不对？你的特效好奇怪。这个亚克力盒，爸爸这亚克力盒自己在晃。有啊，爸爸这样，有没有？爸爸动啊，小在动啊。你别吓唬我好不好？小鬼，我怕浪费心跳的感觉，偏爱手机的音乐。咖啡色，我们来画一棵树。树啊树啊，画好树啊！哇，有了！棕色，我们来画土拨鼠。土拨鼠，土拨鼠，土拨
树。哇，有了有了，好，刷油漆喽去。我在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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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刷油漆。耶耶，油漆。你看我是一棵大树。下片请订阅我，拜拜。还要记得订阅我。